欢迎周周，谢谢各位马总。周周你好，你好，非常荣幸见到你。来，大家好，杭州游记。好，那在一开始先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许文忠，很高兴呢在七夕节来和大家过一个不一样的七夕。是的，各位，今天周周到达现场来参加我们的蓝城大街合作的时尚活动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此刻我非常荣幸的宣布，各位，周周今天出现在我们现场，除了他歌手和演员的身份以外，他即将迎接到的是另一个最新身份，那就是首位蓝之中国大陆地区品牌代言人，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谢谢周周，再次欢迎你来现场，全部都是很喜欢你的媒体包括时尚人士的朋友们，那一直以来时尚表现都非常亮眼，所以跟蓝之的戏剧不谋而合，今天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合作，是不是非常开心？是，这一次都作为蓝之这么一个这么有活力然后年轻一直在就是一直在突破，所以我觉得跟一张品牌合作作为他们代言人，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我听说这好像是第三次合作吧，有非常多深度的合作造就了今天，对不对？是是是。嗯，之前的合作是怎样的？之前是蓝之遇见时尚，然后呢我和蓝之合作拍了一支 MV。 其实当时我觉得我和蓝之合作遇见时尚，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一直觉得时尚是一门课程，对，我也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学习，然后呢我觉得时尚就是有自己的个性，表达出自己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蓝之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特别有态度。想问一个问题啊，跟蓝之合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的首位代言人了，认为自己的时尚度是不是会有非常飞速的增长和价值？必须。OK， 好的，各位，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现在是我们的蓝之遇见时尚的第四篇章的跨界合作了。周周之前对我们第四篇章的跨界合作有什么样的了解吗？我们知道的是，这次呢就融入了很多的像羊毛、人字纹，还有就是波点的元素。对，其实波点的元素，我之前在时装周也看到，就是很多的时装啊，或者是网络用到这些元素。但是呢，我第一次也是觉得挺出乎意料的，把它结合这个彩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别致的。周周，所以你眼中的蓝之是怎样的呢？掌声鼓励一下，一个大拇指就可以能够感受到蓝之最好的加持了，谢谢各位。那其实呢，我们感觉到 Timmy 真的是对蓝之品牌非常的了解和喜爱。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到的就是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翔新先生，以及蓝之品牌总监我们的一恋再次来到舞台上，欢迎二位，欢迎。欢迎各位，那接下来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时刻，对于蓝之来讲是很特别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高翔新先生代表蓝之品牌向我们的周周送上一份礼遇，有请。请二位可以里面。小姐帮周周暂且保管一下我的礼物，待会儿去台下的时候周周要拿走啊，一定会的。好的，来一遍。是的，各位，那其实呢周周收到了蓝之的礼物，在开场前周周特别讲说，今天他作为蓝之的首位中国大陆地区的代言人，他一定要好好的以回礼给我们的二位你的合作伙伴，对不对？那各位，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到的周周为我们的二位品牌负责人送上他的礼物，有请许维洲将他挚爱的吉他和他的新专辑送给我们的蓝之品牌。哇，非常可爱。好的，那一列。这一刻代表周周和蓝之真正的最好的合作真正的开始，那这一把吉他也象征着美好的音符和旋律即将开展。好，谢谢。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一列，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呈上我们周周最新的唱片，相信一列一定会把它放在我们蓝之办公室非常显眼的位置哈，有请。好的，二位可以留念。好的，谢谢，有请李小姐将我们的礼物再次保管。哇，你们非常喜欢，双手酸的啊，谢谢。有请三位再次的合影留念，有请。
谢谢。